说要在脸书上说要你去会慈悲，那怎么会有一次我跟韩国瑜不好，就是他的眼睛有问题，也长肿。是真的要你慈悲，你怎么看？就是他说你对韩国瑜冷言冷语，所以。郭阳在脸书上说要你学会慈悲，那个，那就再去念那个苏东坡跟火影的故事。怎么有一次我跟韩国瑜不好，就是他的眼睛有问题，眼睛肿。好，来上。